这个桃子今天长得小，长得还多。来给小雨摘一个桃，看他要不要。有一点红了，应该还可以再弄一下，就会更好。严维园，严维园，你看这是啥？嘿，严维园，红了，你看这是啥？认识吗？什么呀？桃子呀。有毛，有毛，我给你洗一下。嘿嘿嘿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今天回家来了，这会儿来给家里的肉肉浇一下水。这时候来浇水呢，这个水管压力太大了，衣服都湿了。我本来说等一下再开开关录好前一段，结果后段就成这样了，只能这样浇，它压力太大了，那个水管承受不住。爸，帮我整下水管子。水管子饱了，看有法煎了弄一下不？这水管，看嘛，已经成这个造型，从这里爆炸了，太久了，主要是风吹日晒的，冲了我一衣服的水，全部都冲湿了都。我老爸还没来，先将就这里。我刚刚还好比较小，幸好我们这是井水，井水就是自来水吧。自来水的那个压力才会这么大，你是不是要搞破坏小朋友？你桃好不好吃吗？好吃，待会儿去背。吃了。不好吃呀。你还把锄头放车上啊？哦，我让你放锄头哦。好了，你再来开就可以了。三对。但是我编辑没开水，我说等一下，我把前头撸了着。结果他这里就爆开了。天。说今天都有雨，今天都没下来，可以了吗？压力好大哦，哥。嗯。压力就是太大了。来吧，严维宇浇水还是妈妈浇水？来。哦，那你来嘛。来。严维宇也太大了吧，我支撑不住。你有点支撑不住。严维宇也太大了吧。你不要把我的多肉冲跑了。我老爸把那个水盖关小点点，免得就太大了，等会儿把花瓣板全部冲落过了。哎呀，哥！爷爷没水了，太小了。好嘛，就这样，小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待会儿有虫肥了。来给我们的大碧桃浇浇水。哎，演员员，你又搞破坏！你看这个人，你就这样干嘛嘛？你就这样。你不要冲我身上了啊！你要给多肉浇水呀、啊，就这样浇水，不要到处喷。你不要对着我喷嘛。喷上面呀。你没力气吗？你到处乱拉。你这浇啥子花呀？你这是爷爷说3块钱一方，快点来，妈妈来弄。哎，妈妈来。3块钱一方，爷爷，你不是弄那个吗？弄井水吗？井水浇花该多好。就是你接了这么久都没把井水给我们接起，这个自来水有点奢华呀，浇花。感觉多肉都要被冲走了都。都是都要干的冒烟了，这个是很远古的一盆马扑式了，之前的那个小塑料盆现在长这么大一盆了都。来吧。你又来了，拿去嘛。对着花哦，对着花，不要到处浇。爷爷说3块钱一方呢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个快成草地了都。种多肉，地灾最怕的就是这个。哎，严文宇，你过分了！你不是到处浇吗？到处浇，你浇我车里面了。那个水要全部放开，不然待会儿水管又爆破了。太小了嘛，你这个有点扯烂筋了，你这个。
快点，再开大一点。嗯，还好吧，就这么大吧。妈。嗯。看到我玩的手机。不能看手机，小朋友哪个一天天的看手机，眼睛快瞎掉了，待会儿。看到了。去看看爷爷在干嘛。忙呢。哇塞，这里有一个鸡秋粒，好坚强呀！叶子掉这里，长这么大了。爷爷，爷爷可以关水了，送人爹。看到这盆鸡秋粒好漂亮，好粉呐、啊！每年晒太阳的这一面是最粉的，特别颜值特别的高，怪不得大家都那么喜欢这个鸡秋粒。鸡秋粒就是不好打包，容易碎，但是特别好繁殖，叶子也特别的好繁殖。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，先代为浇一下，我觉得干得快冒烟了都。肉肉还是在眼皮底下比较好，想浇水就浇水，想拔个草拔个草。你看吧，我就是随时一太忙了，就好久都不来看人家。这一盆都掉好长了呀，这一盆。哇，悬崖的，这个盆好像已经不适合它了，但是换盆的话也比较恼火。